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咱们学习第24品经文，这品经文的题目是三辈往生第24。这一品经文非常重要，主要是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随着念佛功夫的浅深，有各种不同的品类。佛把这些品类归纳为三大类，就是上辈、中辈、下辈。我们从这部经里得到一个纲领，是什么因缘成就了这不同的品类呢？这个总的纲领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因为往生的条件就是这一句，所以这一句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总纲领。往下看经文，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这几句经文我们看一看，主要是说什么意思。是佛告诉阿难，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们有发心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个人总的分为三类，就是上辈、中辈和下辈。我们看这一句经文，十方世界诸天人民，西方世界是三辈九品，这个不是专对我们说的，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的共同现象。诸天人民是指六道众生，这是告诉我们范围都包括哪些个。下一句经文是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这个至心就是真心、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是真正的觉悟，知道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里生死轮回太苦，我们这一生要是不往生，来生比这一生还要苦得多得多。怎么知道来生比今生还要苦得多得多呢？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我们每一天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到底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来生去哪一道，你不用问别人，问你自己就知道了。你的恶念和善念、净念，你一比较，你就知道你来生应该去哪一道了。《地藏经》里面是这样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句话讲的一点不过分。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这句话，我们就会升起恐怖之心。恐怖之心是什么？你会害怕的。现在呢，我们遇到了一条生路，能够免堕三途，造的重罪可以不受报，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幸运了？如果没有遇到这一条生路，那我们真是死路一条，必堕三途无疑。
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条生路，一心一意求生了，众生一发至心，十方诸佛皆来赞叹，一切龙天善神都来保护你，因为至心一发，你就成佛了，你就不是凡夫了，现在就等于是候补佛、预备佛，一往生就成佛了。你说诸佛如来怎么能不赞叹你？所以至心愿生彼国这一句很重要。有的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说，经上不是说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吗？那现在不用着急，等我临终的时候，我念一句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往生了。我这样跟大家说，你们可以到医院里去看一看，看什么？看那些个要死的人，有几个人头脑是清醒的，能够念一句十句阿弥陀佛？他们连自己的家亲眷属都不认得，哪还有一点点往生的希望呢？真正知道生死事大，轮回恐怖，这才是真正觉悟。大家看广钦老和尚，老人家临往生前的七天，他不是念了七天阿弥陀佛，而是喊了七天阿弥陀佛。你想，这么一位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都是至心念佛，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怎么能与老和尚的修行功夫相比？我在这里真诚地提醒同修们，起心动念就是念佛，就是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你就会成就的。所以不要存侥幸的心理。看下面一段经文，七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精力要集中，因为从现在开始往下说，就是上辈、中辈、下辈往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具备这些条件，往生者佛是怎么样来接引的，它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之处，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地往下听。刚才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舍家弃欲这个名词。家有四种，一田宅之家，二烦恼之家，三三界之家，四生死之家。家是有这么四个类型。这里的舍家是指舍去这四种家，弃欲是指远离种种欲望。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舍家不是说你从那个田宅之家出来了那就算舍家，是要舍这四种家。沙门这里是指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修行人叫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九法界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条件，就是要发
决定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这里面我重点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注意听，无论是上辈往生，还是中辈往生，还是下辈往生，这一条是必须具备的，是总纲。修诸功德，就是修行六度波罗蜜等菩萨行法，叫修诸功德。我们先来看第一类，不是分三类吗？我们现在看第一类，上辈往生者修学的纲领，就是上面这一段经文，每句经文都含有深刻的意境。比如说第一句舍家弃欲，对这一句有同修有误解，认为上辈往生是出家人的事儿，在家人没份儿，这个认识属于一种误解。如果说你以为一定要出家才行，大家想一想，本经德尊普贤第二经文开端举了贤护等十六正士，这些人都是在家的等觉菩萨，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十六位正士都是在家人，是在家的菩萨，上品上生怎么能没有在家人的份呢？所以对这一句我们千万不要有误会。你比如说刘素清老菩萨是在家居士，他是上品上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实际例子。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品上生往生极乐世界，出家人有份儿，在家人同样有份儿。佛在经论里给我们讲，有四种家，也有四种出。佛法的四种家，一是田宅之家，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观念中的妻子、儿女、财产、房屋、田地、不动产等等，这些个就属于田宅之家。第二是烦恼之家，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是三界之家，六道轮回之家，三界之家也就是六道轮回之家。四是生死之家，这是超越三界之外的生死。佛不是要我们出田宅之家，而是要我们出烦恼之家，出三界之家，出生死之家。也就是说，佛要让我们正果，必须都要出这个家。出也有四种，家有四种，出也有四种。一种是身出心不出，这样的出家人身出了田宅之家，心里依旧贪恋五欲六尘，希求名闻利养，这是身出心不出。第二种是心出身不出，即在家居士，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皈依三宝，依教奉行，虽然是身在家，有田宅，有妻子儿女，但是他的心地清净，对于家宅，对于五欲六尘，并不沾染，
这叫心除身不除。闲户等十六正室就属于这一种心除身不除，在世法中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一样正得等觉菩萨的果位，上品上升。第三种是身心俱出，就是身心都出家了。佛门古今的祖师大德为出家人做好榜样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身心俱出。第四种是身心都不出，这不是指普通人，是指我们在家居士，而这些在家居士不是真正的学佛人，他是身也不出，心也不出。这里有两种出家是正确的，两种出家是不正确的。哪两种是正确的呢？是心出身不出，这是一种。第二种身心俱出，这两类都是上品上升。看下一句，舍家弃欲，这个欲是指欲望，也就是希求。有希求就有求不得苦，因此我们对世间的需求都放下，对佛法的需求也要放下。弃欲包括世出世间一切需求都要放下，才能得到清净心。下一句，耳作沙门，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人就称作沙门。这个沙门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在家人要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也可以称作沙门。上辈往生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基本条件下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才能相应。看下面这五句经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五句经文是修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原则，因为上中下三辈往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五句具足信愿持名三资粮，所以说这五句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看，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修什么样的功德？念经、念佛的功德，就是专念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是念无量寿经的功德，念阿弥陀佛的功德。自己专念，也要劝人专念，把专念的好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发菩提心就是清净心，一向专念就是平等心，阿弥陀佛就是觉悟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三学都具足了，你三宝也就都具足了。看下面一段经文，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看此等众生，此等众生，他指的是哪些呢？就是说他的范围是什么？只念佛功夫成就了，生死自在了，来去自由的众生，都包括在这此等众生这个范围里。他们的往生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寿命到了，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第二个说法是他自己想去，佛来接引，是两层意思。经须臾间，这句经文是告诉我们往生的速度之快。娑婆世界距离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在凡夫的心目中真是个天文数字。实际上虚空法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因为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佛来接引时，往生者已进入一真法界，佛光一照，就提升到无限的空间。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三维空间，大家想想，佛光一照就提升到无限的空间，所以须臾之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中莲花化生。化生的身相和阿弥陀佛和诸大菩萨完全相同，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看下面两句经文，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智慧德能几乎全部恢复，这非常的稀有难得。这应该是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难信之法。为什么？因为果报殊胜到这种程度，这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的。我们是一介凡夫，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境界就和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完全一样了，这真真是不可思议，真真是难信。请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阿难，七有众生欲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这一段经文就是佛再一次叮嘱劝勉我们，你看到前面所讲的无比的殊胜功德利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能够见阿弥陀佛，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就应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你一定要发心，一心一意的专求净土。我在这一生什么都不求，就求生极乐世界。如果你就只有这一个求，佛劝勉我们，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绝对没有第二念。一句佛号就是一部圆圆满满的无量寿经。下面两句经文是：积极善根，应持回向。专念是正行，修善是助行，特别要注意这善根两个字，不是积极善根吗？这善根两个字，世间法的善根，是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佛法的善根是勇猛精进，有区别，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净念相继。净念相继是菩萨的善根，不夹杂不间断是积极善根。回向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求生净土。下面这两个字由此是指什么说的？是指上面所说的因缘。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在这一生中一定能够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了，当然你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定是圆正三不退。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所有的一切经论里都没有，十方一切诸佛国土也都没有，是找不到的。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了，又当面错过了，就是罪过。大家注意听这句话，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了，又当面错过了，就是罪过。罪过两个字已经说得很重了。以上所说的是上辈往生，大家回去认真地把这一段好好的再看一看，这就是上辈往生是什么条件，就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上辈往生。下面说中辈往生，看这一段经文：七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这里面有一个词，梵寺沙门，那个食品的食，在这里念寺，梵寺沙门，不能念成梵食沙门。看这几个词语，斋戒，斋是清净心，戒是身口意遵守佛的教训，没有过失。起立塔像，就是塔寺道场，像是佛像。起立塔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道场，塑造佛像，引申为培养佛教人才，弘法利生。所以这个起立塔像，这个含有好几层意思，我们不要把它弄混淆了。尤其是最后一个意思，引申为培养佛教人才，弘法利生。下面看梵寺沙门，这个寺就是我刚才说了
那个食物的食要读色的音。沙门在这里是指出家人。饭食沙门就是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供养出家人，就叫饭食沙门。记住，是四事供养，不是事事供养。下一句，悬灯燃灯，这个灯是床幡，悬灯呢是表示弘法利生，这个燃和那个燃烧的燃是一个意思，灯是佛前供的供具，燃灯是什么意思？表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牺牲自己，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意思，这叫燃灯。下一句，散花烧香，这个花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花果，那个花是一个意思。花是表修因的，散花是什么意思？是庄严道场，表修习示范布施佛法，庄严社会的身形。这个香是表戒定慧真香，烧香是净化空气，表以戒定慧真香净化自己的身心环境。不能单从字面上来看，还要看它的深刻含义。下面说，终被往生的有业障，不像上辈往生的把业障都抛弃掉了，终辈的还舍不得，不能把这个业障舍得干干净净，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这两句话呢，是说终辈往生的心愿行持比不上上辈，可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做到了。这一句非常要紧，千万千万不能疏忽，要真正发心求生净土。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终辈往生的人因为他的业障没有完全舍弃干净，他的修行比不上上辈往生的人，但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做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上辈往生的缺不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中辈往生的照样缺不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求生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一向专念。下面两句，随己修行诸善功德，经文所说的都是终辈往生的人他们的修因，他们的修行也不简单，用一句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定要明白经文的意思，否则一文解义，三世佛缘。你把经义解错了，三世佛都很冤枉。随份随力，积功累德，这就是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尽心尽力的去做，做得自己心安理得，这就是圆满的功德。超过自己心力之外的，勉强的去做，就会生起烦恼，这就不对了。比如有人想做功德，自己没有钱，就到处借钱去做。有的人看别人做了什么，自己不具备条件，
也硬要攀比着去做。比如说佛门里的化缘，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时也没有，因为攀缘则不清净，随分随力去做，你的心是清净的，我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儿，这就功德圆满了。超过自己的能力勉强去做，这就不圆满，是有欠缺的，这都是在造业。佛的标准是清净平等觉，如果你的心不清净，心不平等，这与佛法不相应，变成世间有漏的福报。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你这样做是变成了世间有漏的福报，虽然有福报，但是它有漏，有漏的福报很麻烦，这是老法师告诉我们的，将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完没了，纠缠不清。所以这样的福报你希望得到吗？佛弟子有智慧，决定不搞这样的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真心实意，尽心尽力去做就好。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十几年前五大莲池的中灵寺住持上觉下悟法师建中灵寺，因为他是我第一个接引我进佛门的皈依师。因为师父要建寺院，资金短缺，老人家是到处化缘，我看着师父到处化缘，我很心疼，我怎么能帮帮师父？但是我又曾经发过这样的愿，我过去不化缘，现在不化缘，将来永远不化缘，这与我想帮师父的想法就有冲突有矛盾。如果我自己有钱，那就什么都别说了，我一定会给师父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帮不上师父，我心里觉得愧疚。所以后来就这件事情，我向净空老法师请教，我把这个事情跟师父说了，我说师父请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老法师是这样回答我的，既然你发了不化缘的愿，那还应该兑现这个愿。从那以后我的心不再纠结了。去年2017年是觉悟法师往寿五周年，我曾经写了一篇记诗文来怀念我的恩师上觉下悟法师。下面看这句经文，奉持斋戒。看到这一句啊，有人又产生疑惑了，有人以为奉持斋戒就是过午不食，要持戒。佛听到都摇头了，因为什么？你又一文解义了。形式上的持戒、持五，这是小乘佛法。念佛法门乃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这里讲的斋与戒，与小乘的斋戒不一样。这个斋是清净心，这个戒是没有过失，身口意三业清净，这叫戒。怎么样奉持斋戒呢？老实念阿弥陀佛就是奉持斋戒。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什么叫奉持斋戒？下一句，起立塔像，是指建立道场。塔是塔寺，道场的意思。像
是佛像，道场里供养佛像。今天的科技非常发达，最好的塔寺是什么？就是电台、电视台。如果你建一个佛教的电视台，24小时讲经说法念佛，这样的佛法才能够普利众生，这是起立塔像。不要误会了，不是几个人弄个小庙建个道场，过了不几天就变质了。因为什么？信众多，供养多，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古人说的很有道理，建道场的时候大家都热心的出钱出力，都是菩萨。道场建成之后，菩萨都变成了罗刹，争名夺利，天天吵架，这样的道场还不如不建的好。下一句，梵寺沙门。这里的沙门是指出家人，对于真正发心修道的人，我们要供养他，使他的生活没有忧虑。所谓法轮未转十轮转，清苦的生活好，衣食住行基本的生活条件具备，没有后顾之忧，身安道隆，这样可以专心办道，这是供养。梵寺沙门，我们要依佛制四世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样的供养是正确的，是如理如法的。看下面两句，玄宗燃灯，散花烧香，这两句真正的意义是宣传佛法。下两句，以此回向，愿生彼国，这是讲日常所修的功德都回向求生净土。以上我们说的是中辈修行的方法。中辈往生的人，他们临命终时，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这些人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是怎么样来接引的？看这一段经文，七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七果，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的化身示现在他的面前。虽然是化身，但是光明相好，与佛的真身没有两样。又有极乐世界的菩萨圣众们前后围绕，都示现在往生者的面前，摄受导引他。这个时候，往生者既随这个化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也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只是他的功德和智慧要比上辈往生的人差一等，这是中辈往生的因行和果报。
我们看这个词功德智慧，这个指什么？是指断惑的功夫，这个功。这个德呢，是往生后的品位。智慧是从自性中流出来的真实的智慧。中辈往生和上辈往生临终的情形相仿佛，一种是寿命到了，就是报尽往生，舍报了；另一种情况就是修行的功夫成就了，可以自在往生了。虽然他还有寿命，他也可以不要，也能生死自在，想走就走。佛喻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海会菩萨们都来接引。经上虽然讲的是化佛来接引的，是佛的化身。如果佛没有无量无边的化身，怎么能同时接引十方无量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化佛跟真佛没有两样，报身、应身、化身实际上是一身。与佛同来的这些大众一定是跟往生者有很深的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随佛一同来接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类的人呢，就是中辈往生的人，他的功德智慧比上辈要差一点。功是修行的功夫，就是他的修行功夫比不上上辈往生的，所以功德智慧比上辈的差一等，但是没有说他的福德次于上辈。这里说的功德差一点，福德没有差，所以说中辈往生的人，他的福报、神通、道力差不多是平等的。为什么？这是佛力的加持。那功德智慧怎么样区别？功德是讲断惑，佛说众生的业惑有三种：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种惑。比如我们念佛往生是一品惑也没有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我们的功德智慧是最浅的。假如我们把见思烦恼断了，本性里透出来的智慧决定比没有断惑的人要多得多，就是我们只要透出来一分自性里的智慧，那我们就比没断惑的人那个智慧要多得多。由于断惑的程度不同，功德也不一样。见思烦恼断了，这个断是功夫，这个德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不是在凡圣同居土。他得的果报比凡圣同居土要殊胜，这是断惑正真的果报，相好光明。寿命长短的福报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都是平等的。这在十方世界都不平等，唯独在极乐世界是平等的。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世界，所以诸佛赞叹。那么如果是礼依心往生的，那功德就更加殊胜了。
他的智慧如同诸大菩萨没有两样。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提升品位，一定要从断烦恼修起，一定要把烦恼妄想习气断掉。往生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向专念。老法师多年的观察，一个人念佛成功的多，没有障碍，没有干扰。一个人一个道场，一个道场就一个人，精进不懈，死心塌地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会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他得一心不乱。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自己明了，这样的人修行一定成就。我记得前面我曾经说过，老法师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道场，就是这个道场就你一个人，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成就的快，成就的多。所以老法师告诉我们，独修比共修成就要快要多。接着往下看，下辈往生的。七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下辈往生要具备什么条件，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就是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上辈往生也要具备这个条件，中辈往生还要具备这个条件，下辈往生照样要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说这是总纲，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总纲。下辈往生的这一类人，假使不能像前面上辈和中辈往生的人一样修诸功德，还是应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能欢喜信受爱好修学这个法门，毫无疑惑，并且以真诚的心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区别，就是下辈往生的人除了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外，这个条件能欢喜深信爱好修学这个法门，毫无疑惑，并且以真诚的心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这是下辈往生和上辈中辈不同的地方，这是下辈往生的几个具体的条件。下辈往生的人，如果你没有像前面讲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犯四沙门，但是他们有心有愿，看到别人做功德合掌欢喜恭敬赞叹，这就等于他自己在修功德。所以说念佛的人有能力把阿弥陀佛多生多劫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那么别人修习的功德你也能把它转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佛法的修行全在用心，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三辈往生实际都是在用心，不善用心的就是下辈，善用心的就是上辈。什么是不善用心呢？那大家听到这儿，谁不想善用心呢？善用心就上辈往生，不善用心就下辈往生。那就讲讲什么是不善用心。看到别人的功德殊胜，他嫉妒破坏，要知道别人的功德一点也没有损坏，你把你自己的功德完全破坏掉了，而且你自己造作罪业，这就是不善用心。比如弘法利生的事是功德，我们对于讲经说法的法师能障碍吗？我们决定障碍不了他，破坏不了他，能破坏的是什么？是把众生闻法的机会破坏掉了，断掉了。对于法师来说，一点损失都没有。断绝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比什么都大，决定是堕阿鼻地狱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障碍讲经说法的法师们。看下面几句话，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七国。这是下辈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再说一遍，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七国。就是下辈往生的人，你对于念佛法门，对于阿弥陀佛，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要真正的生欢喜心，真正的深信不疑。这个要就是爱好的意思，非常爱好念佛法门，修学念佛法门，丝毫怀疑都没有，用一颗真诚心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具备这样简单的条件，就足够了，就够你下辈往生了。下面看这几句经文，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这就是说，下辈往生的人，他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是怎么样来接引的？此人临终时，见到佛来接引，感觉就像梦中一样，这和中辈和上辈都有区别了。下辈往生的人，佛来接引他，他就感觉像梦中一样，他也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得的功德智慧赐予中辈往生的人，这是下辈往生的因行和果报。我们看看这个关键的词，梦见彼佛。这里的梦不是说真的在做梦，而是说临终时佛来接引，感觉就像梦中见到佛一样。这个平时我们一听梦见彼佛，那就是做梦梦到佛了，佛是在梦中来接引的，这个不要误会。这个是说这个梦不是说真的在做梦，而是临终佛来接引，临终者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梦中一样。这样修行的念佛人，
他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还用这个词儿，梦见阿弥陀佛。当然在下辈往生里，这个功夫啊也有浅也有深，功夫深的呢，他也能够预知时至，也见到佛来迎。那下辈功夫往生的只是梦见，这里的梦见不是做梦，梦见是说他临终见到佛，就像梦中一样，不是那样的清楚明白。换一句话说，什么下辈往生的人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见到佛以后，他没有办法告诉家人，他说不出来话。这又和中辈往生上辈往生又有区别了。这个我们在送往生的过程当中也能见得到，比如说我在送往生的时候见到有的确实是往生的，我从他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一个是他预知时至，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再一条他临终之前那个表情动作就是他见到佛的动作，高兴笑，有时候还能用手指一指，这都是他见佛的具体表现。下面看这一段，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七果，闻甚深法，既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与彼佛。这一段的内容和上面又不一样了，上面是说的上辈中辈下辈往生，是指专修念佛法门的。我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下面我来给大家解释。首先看住大乘，是指平时不是专修净土，而是一门深入修学大乘契语法门的一类众生。注意了，这个内容不一样了，住大乘不是专指修学念佛法门的，而是一门深入修学大乘契语法门的一类众生。注意这里有一个词，一门深入，所以修学其他大乘的法门也要一门深入。下面一句，乃至十念，乃至十念就是说至少十念，这里的十念有平时十念和临终的十念。闻甚深法，是指听到念佛往生平等不退成佛的法门，叫闻甚深法。下一句，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住是指安心住在大乘佛法中，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成功的秘诀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专。下面几句，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七国，这几句经文是说往生净土的条件，就是不专修念佛法门的，但是他是修大乘佛法其他法门的，但是他做到了一门深入，说这样的往生净土的条件就是刚才这四句话。向无量寿就是向阿弥陀佛，这些人跟修行净土的不一样，净宗是一向专念，是正修，
修也是念阿弥陀佛，正住双修都是念阿弥陀佛，修学大乘其他法门的，他们的正修不是念佛，是依自己宗派法门的修学，而把念佛当作附带的，这就是兼修念佛法门，这就是专念和他们不专念的区别。下面一句，闻甚深法，就是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之法。这个法门在一切法里是第一甚深法，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正因为这个法门太深，所以为佛遇佛方能究竟。古德常常这样的比喻，等觉菩萨观看这个法门，犹如阁罗见月。这个罗是什么？是罗刹。什么意思呢？就是等觉菩萨看这个法门，就等于像隔着罗纱看月亮一样。什么意思？影影乎乎看不清楚的意思吗？这些修学大乘的人，他们听了念佛法门之后能生信心，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不是对普通人讲的，是对住大乘者而说的。这个理念我们要清楚，就是这个难信呢，不是对普通人说的，是对那些住大乘者而说的。因为修学大乘的人，他们还没有见性，还没有大开圆解，他有法执，有法执，对这个法门很难升起信心。他能够把这个执着放弃，能够相信净土念佛法门，是具有很大的善根，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对他们应该欢喜赞叹。下面两句，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一念净心非常重要，这是修大乘其他法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是缺了不可以的，就是这四个字，一念净心。这是最低的修学标准和修学方法。在他临终的时候，有善友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的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念过佛，是修学别的法门的，临终有人劝他念佛，他就生欢喜心，他就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升起信心，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一念只要是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净土念佛法门广大无边，普度一切众生。看下一段经文，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不修净土念佛法门，修学大乘其他法门的人，他们有一念净信，所以他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往生情况是怎么样呢？是这样的，这一位平时修学大乘的人，临命终时，以他平时的修学功夫，
回向求生净土，佛以圣众也一样来接引他。他的感觉是什么样呢？也像下辈往生的人差不多，他的感觉也是如同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一样，也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得不退转，证得无上菩提。我们现在讲净化世间，从哪里做起？必须先从净化自心做起。现在大家提倡人间净土，净化人心，为什么做不到？原因是我希望你净化，我不希望我自己净化。如果每个人都去净化别人，不净化自己，这个世间怎么能够得到净化？一个人心清净，一个人的净土就现前，大家的心清净，共业的净土就现前。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自心做起，这才是正确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性，就是一念净心所现的法界。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一发愿，一念十念都决定往生。这一品经文讲完了，下面说说这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三辈九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总纲领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句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总纲领，上辈、中辈、下辈都离不开这一总纲领。第二，三辈往生的条件有同有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三辈往生必须具备的共同条件。共同条件是这个，那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上辈往生要舍家弃欲而做沙门，要正确理解舍家弃欲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家指田宅之家、烦恼之家、三界之家、生死之家。舍家是指舍这四种家。上辈往生，在家人有份儿，不要误解上辈往生一定要出家才行。上辈往生，出家人、在家人同样有份。上辈往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的菩萨圣众现在面前，在极短的时间内随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在七宝池莲花中化生。中辈往生是随自己的条件积功累德，以这些功德回向西方，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中辈往生时，阿弥陀佛的化身示现在他的面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极乐世界。下辈往生能欢喜深信爱好修学这个法门，毫无疑惑，以真诚心回向发愿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临命终时，见到佛来接引，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其实不是真的在梦中。以上三辈是指专修净土念佛法门的，就是专中之专。一心三辈是指
平时不是专修净土念佛法门的，但是他能够一门深入修学大乘法的其他法门，临终一念静心，欢喜接受，升起信心，愿意求生极乐世界，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佛与圣众前来接引，感觉如同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一样。净土法门广大无边，普度一切众生，这真是缘中之缘。重点我就说完了，这一节课的交流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